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静心来向神说话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每天为我们预备和供应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又一次新的主日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接受相信主的恩赐，并且将心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来唱赞美诗，十架下我低头。
间交给主席。请大家把自己的手机调至静音或者关闭，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146篇一到二节，起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儿童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下面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唱赞美我主君王。
来亲近你，与你沟通，更加甘心乐意的完全的奉献我们自己，当作活祭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崇拜都完全的向你仰望交托，求你带领与保守，也求你的圣灵来清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让与你同工的儿女们都能彰显你的荣耀与大能。也求你用你的膏油膏抹你忠实的仆人劳牧师，让他为你传讲的福音信息都可以造就和更新我们的灵命，使我们在这样的乱世可以更加的紧紧自守，与这一个弯曲悖逆的世道真正的分别为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如此的恳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，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同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下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箴言第25:1-5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，是犹大王西家的人所圣录的。将士引领乃神的荣耀，将士查经乃君王的荣耀。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。除去银子的渣滓，就在旧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作器皿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下面有请我们的诗班为我们的献唱《靠近十字架》。
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去。
喝者为灵。人因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者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要来纪念主，因为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他将永生赐给每一个凭信来到他面前接受他为救主的人。我们今天都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今天要将感谢和赞美的归给你，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的爱就向我们彰显了，你就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永生神的儿子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上啊有永远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的地家不在地上，我们家乃是在天上。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圣餐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所有信他的人所预备的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受洗，当饼杯传到你那里的时候暂且不要饮用，但是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纪念，来敬拜神。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
心一同领受。饭后，太照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
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可以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接管王宫的官长，都乐意献上。他们为神殿使用献上金子五千他连的01,000达利克，银子10,000他连的，铜18,000他连的，铁19,000他连的，凡有宝石的都交给和顺的耶西，送入耶和华殿的库的府库，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。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长盛都出于你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然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。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如一年，不能长存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老牧师为我们讲的信息的题目是“我乐意献上”，有请老牧师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讲到之前，先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是属你的，也是你自己所拣选、所救赎的。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自己家里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主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，乃是你拣选了我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今天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帮助我们也懂得去拣选你，懂得去来讨你的喜悦，也懂得去按你的心意而行。啊，我们知道当你吩咐我们来行主的道的时候，主啊，那个是因为你要赐福给那些行道的人。主要是因为你要借助那些行道的人来赐福给你所爱的世人。主，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讲的主题呢，是我乐意献上啊。这个是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的第六节啊。这个献上的那个主题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少听到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也觉得不太想讲啊。因为弟兄姐妹会觉得，哎呀，牧师又讲浅了，这样啊。那其实呢，那个牧师不讲啊，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讲的话呢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明白，这个圣经其实是为了祝福人，所以叫人来奉献啊。不是说牧师不知道，乃是有时候真的弟兄姐妹不明白的时候，就很难讲这个题目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不讲这个题目，因为神是常常透过人的摆上奉献来祝福人的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不讲这个题目了，我们就剥夺了弟兄姐妹的祝福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刚刚我们在那个早上每天早上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清晨牧养呢，就读到这段圣经，那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我应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。
因为这个也是啊，脚生的一个经历啊，很多人都不明白脚生什么时候都讲啊，没有钱，很困难啊，但是呢，又发觉了脚生又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可以祝福好多的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好特别的，这个是好像那个五柄鳄鱼，五柄鳄鱼很小。很小啊，很渺小啊，那些门徒都好像很小看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够呢？但是呢，当这个脚是不断的来分给人的时候呢，就越分越多了啊。这个就是上帝祝福，不但祝福脚身，好像当时呢，这个不但门徒看见那个奇妙的异象。他手上的五饼二鱼竟然越分越多，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是多么的惊讶，多么的觉得好奇妙啊！这是这个门徒得到造就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得福的是超过五千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教会应该今天来学这个功课啊，我们来学这个功课，学习。把自己献上啊！这个第五节呢，既然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你要有没有留意一个地方？他不是说你要把你的金银财物献上，他说有谁将自己来献上献给你？好像我们主耶稣也是啊，他不是献他身外之物啊，他乃是把自己献上。好像刚才读我们这个守圣餐，就是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啊，就成为很好多人的祝福了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哈，这个是一个富裕啊，这是一个富裕啊，今日有谁啊？他不是讲个道理啊，他是这个富裕啊，所以我的引言的主题说大卫的富裕啊，今天有谁来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你知道了，做富裕了不容易的啊，因为当你要做富裕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面对一个有回应没有回应的一个结果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人家就会说呢，就是讲篇道就好了，何必要挑战弟兄姐妹呢？何必要富裕那么多呢？啊？但是呢，在这里大卫是做出他的富裕啊，富裕是好难的啊，富裕是不容易的啊，好像我是现在在侍奉里面呢，我是人家以为我觉得好容易啊，我们去富裕人啊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我常常都记得一位牧师他说了，为自己呢，我是不求人的啊，没有愿意求人。但是为主呢，他愿意求万事啊，我觉得好感动，对我来说是好大的鼓励啊。其实我到这个年纪了，做了那么多的事工了，已经不需要再呼吁了，不需要再求弟兄姐妹做些什么事了啊。但是大卫他愿意这样做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呼吁不是单单为一个工作的成就，为一个工作的需要，我再说呼吁是因为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去体会去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呼吁是一个叫人丰富的一件事情，呼吁是一个叫教会丰富的事情，呼吁是叫上帝的工作一个丰富的事情。为什么不呼吁？为什么要教会慢慢赶的？广东话说慢慢赶，你晓得是什么意思吗？哎呀好紧啊，什么都好紧啊，这个不好啊。这个大卫呢，其实大卫呢为什么富裕呢啊，为什么富裕呢？
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哈，这有两个原因呐、啊。大卫是发出那个呼吁的。第一呢，是因为对神的尊崇啊，因为这殿不是为人，是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。教会不是为人，教会是为神的旨意来建造的，它是在世界上的见证，让人可以蒙福的见证。所以呢，第一啊，这是圣经第一节，因为这不是为人，这是为耶和华啊神的建造这个殿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参考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，那里就很清楚讲出当初为什么大卫会有这个建殿的动机呢？他出一个反省，那个反省就是说，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：“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树的宫中，神的月柜，我请大家注意那个字，反在幔子内，这个不合理啊，反。”相反不合理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反省，大卫这个反省，神好恩待我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怎么可以呢？但是就说神的贵越贵就在幔子里面，所以呢，那就出于一个这个特人家的反省，就说怎么可以、啊？怎么可以、啊？我觉得一切的那个成长啊，基督徒的成长都是由于有所反省的。你从来都不反省，你只是听到，只是做基督徒的话，你从来不反省的话呢，你不会成长的。大卫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反省，我上帝恩待我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神的月柜反在幔子里，不合理啊！我那么渺小，神那么伟大，怎么可以我住香柏木宫中，他在幔子里，不可以。所以他就定义要为神来建造一个圣殿，那个圣殿是一个高大辉煌，能够将神的名传到远处的那一个的圣殿，这是他的旨意啊！我们都应该常常都要思想。反省，神那么恩待我，刚刚过了感恩节啊，很多人都会感恩，但是感恩有没有一个结果的呢？有些人感恩没有结果，那感恩节过就过了啊。但是有些人感恩那是有结果的，我上帝那么恩待我，我能够为上帝做什么呢？就是大卫啊，我那么渺小，神恩待我，我怎么那么冷漠呢？啊？不可以的啊！大家都可能唱过首诗歌，我们要常常问怎么可以呢？哈、这首诗歌是什么呢？我怎么能够空手来见主呢？这个反省啊，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啊，不过现在很少人唱，有没有觉得都是唱赞美之泉的？我们都是唱的赞美啊、敬崇啊、敬拜啊，就是很少的反省的诗歌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唱我要常常唱。我怎么能够空手见主呢？神赐给我那么多，我是不是好大的亏欠呢、啊？所以不可以哈、啊。所以一个反省啊，有首诗歌，另外一首诗歌呢，也是个好大的反省。何能如此啊？别唱啊，多唱一点就行。这个怎么能够这样呢？上帝，这是永生的神，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你一问你就知道答案了，是为了我。是为了我的罪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卫为什么富裕呢？是因为第一，是因为他对神的尊崇，那个对神的尊崇呢，是因为他有所反省。好，第二，为什么他富裕呢？他富裕呢，是由于儿子年幼，功成甚大。我儿子所罗门是特选的，还年幼教乱啊，教乱论啊，就功成甚大。
你知道这句话呢是很有意思的，是表示了什么呢？表示了这个大卫啊，就是一个顺服。大卫顺服，他为什么富裕呢？因为他接受了神给他的安排。你知道这个好重要啊！假如我们不接受神给我的安排的话呢，我不会奉献，我不会有所行动的，因为他比我好，我的还没有那么好。神恩待他，没有恩待我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本来要建殿的是大卫，是不是？但是神，他本来约拿，那个拿单呢，也认为是这样的。神一定约纳你的，因为你个好意嘛，所以你就去做吧。连拿单都以为是一定是神拣选了大卫，但是确实不是，确实是神对大卫说：“你定义为我，起义为我建殿 ，I appreciate， 就说我好心想，不，但是我不拣选你，因为你打仗太多了，你流血太多了。哎呀，当你听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”好了，不是我不想做啊，不是我不想献啊，我不是我不想为神做什么啊，不过他没有拣选我。是不是今天好多这样的基督徒啊？他拣选他嘛，他让他去做好了，神没有拣选我，神没有为我预备机会，神没有给我能力，这个我就不需要做了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顺服神的安排。好，既然你不要我做的话呢，那也好，那我就成全我的儿子了。成功不必在我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成功不必在我的，在他也可以。教会也应该多一点这样的弟兄姐妹啊。假如神拣选他，我就支持他。成功不必在我，这是大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。我就顺服神的安排。那第二个呢，这句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我的儿子年幼骄妄，功成甚大，不合理啊，上帝，你拣选一个有能力的，你拣选一个比我更棒的人呢、啊。你拣选一个呢，有这个有各样才华的人呢来做呢，才对嘛。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的儿子还年幼娇嫩啊，他怎么可以做呢？有没有看到？上帝为什么拣选那个人啊做执事啊？为什么拣选那个人做童工啊？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他怎么样？但是大卫没有啊。大卫接受这个安排，我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不又问，就是因为他年纪小，就是因为工程太大，所以我需要去呼吁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大卫啊，这是为什么神说大卫合我心意呢？就是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啊，我弟兄姐妹啊。第二啊，这个第二个理由哈、啊，为什么大卫愿意去赋予了？为什么他愿意为神的殿那么热心呢？这是第二。第三啊，第三的也好特别的。第三呢是第二节，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已经尽力啊，他不是说我会尽力的啊。我会尽力的，这个人也好啊，这个励志。但是呢、啊，他说我已经尽力，下面就是他预备些什么，我不读了。预备好多啊，这个历代之上22章这前几章，他怎么说呢？我在困难之中，哎呀，大卫是君王，还有困难吗？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0000他连德啊，
以万算的，以指一百万算的，红多和铁多的无法可称，都是数不到的。我预备了木头、石头，还可以增添。就我大概我的理解了，不够的话我还会做的。最近呢，我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，有位姐妹呢，她为矫正那个圣教士学院呢，她就奉献了十八万，那她带我一起去银行，她就很想早一点存到银行去，在这个银行的是那个职员帮我们办手续的时候呢，他还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唐牧师，这个建造筹够钱没有啊？他还关心这个问题啊，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，够不够啊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他奉献了18万，他还问够不够啊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啊，他是困难之中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尽力来做，然后再尽力再尽力，是不是？尽力再尽力，就是说，关心那个够不够，不是做了就算。神呢，我就奉献了，这是我能够做的，我奉献了，不是他最关心的是神的殿够不够，不是他奉献的多少。大家没这个观念啊，我尽力奉献了，好啊，但是神的殿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还可以增添。因为弟兄姐妹要这个态度了啊，我才说这是一个蒙福的态度。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给大家试想。那其实呢，我也想做见证的，在2016年的时候。那我就把拆了汤的那个大楼呢就卖掉了啊，二十多年里面呢，我们是这个楼啊涨价了11倍，啊，我买回来98万，但是卖掉的时候是1100多万，啊，1100多万，上帝的赐福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里看我的故事啊。角色最近拍了13集角色的故事，就把这个上帝的工作一点一点的就讲出来了啊。假如你还没有看的话呢，你可以去看看上帝的恩典啊。那然后呢，我拿了这个钱就还掉一些的 mortgage 了啊。然后呢，我故意呢是留下300万。那为什么留下300万呢？因为我觉得辛苦了几十年了，这好筹款好辛苦的，筹款患得患失，又要求人，真的不想过这种日子，所以我就反正呢，这个 mortgage 还没有还掉，没有全部还掉，还了大部分，我故意留下一点 mortgage， 又留下了这个 mortgage 以后的人来还的，因为大家要负点责任了。我就留下了300万，就是对自己说了，是我自己也不需要筹款，同工呢也安定一点了啊，不需要这个月可以，下个月又不知道了，你知道角色都是这样啊，这个月可以，下个月又不知道了，那今年可以，明年就不知道了，这今年就是这样啊。12月啊，我们应该还过得去啊，应该每年都是这样的。但明年1月了，2月了，3月了，那个疫情还没有过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是过这种日子的。这留下300万就好了，最少了，我退休之前呢，都 OK， 300万啊，就放在基金里面，还有一点点的利息啊，一些稳固的投资也不错嘛，啊！但是呢，神的旨意不是这样，啊！很快的，那个人叫找我了，他说有个地方要卖，他们怎么样？我就想起了几年前呢，
我确实是很想要办一个宣教士学院去训练未来的人才，然后呢他本来叫我买 Long Island 的一个学校的，我说这个学校我没有兴趣了，但是在 Flushing 有地方呢我是有想看看，结果很快他就告诉我那个 Purple Street 店里附近走三分钟路啊，这块地他说有两个房子，他有一个房子啊可以卖，我说一个房子不够，除非隔壁的人都卖了我才买，那结果他很快就把隔壁的人那个业主讲好了，这个两个房子买下来，结果呢买块两个房子好贵啊，因为他知道可以改了松岭了，他知道那个好值钱的，所以呢加上来了两个房子280万，那我有我的算法哈，我有我自己的算法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最重要我能够把它买下来。有时候呢你有地你没有钱买，有时候有钱你没有地，没有那么近的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当机立断，好，我们就把它买下来，结果呢300万就没有，结果呢又要筹款了，结果呢又要呼吁了，不是300万啊，还有500万在后面啊，要筹500万啊。我就想起这个圣经，我讲讲我自己的见证，尽力再尽，我觉得这是大卫的心。第三，我已经尽力，所以我有资格去呼吁，我自己也奉献，我自己也奉献，大卫也奉献，所以他不是叫别人去奉献，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，不是的，他自己奉献尽力，然后在困难之中尽力啊，这个好难得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教会啊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呢、啊、在给恐之间呢、啊、这个广东话啊，好恐的时候啊然后纪念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需要，通常都是这样，通常这个奉献的人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他很有能力的，有时候是因为爱神，这是第四啊，由于爱慕神的殿，所以他呼吁，且因我心中爱慕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筑圣殿的材料以外，又将我自己七俗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的殿。你知道为什么人要急需啊？急需啊 ，saving 啊！我的国语真讲不清楚啊 ，saving。今天呢，我愿意奉献，不要动我的 saving。什么叫 saving？ 我安全嘛，我要我安全，我才可以做嘛。我不安全，我怎么做啊？我没有 saving， 我怎么办？我年老怎么办？我的儿子怎么办？我的孙子怎么办？我的后代怎么办？结果你没有奉献，因为你还有好多后代，你虽然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以为你有好多后代，是这样。我又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我觉得这个圣经真是很合乎我们今天的要学啊。今天好多人呢、啊，他不愿意奉献，因为他还以为他不够，我要 saving。这很难说的，你要取去多少才够了啊？所以这个好重要，因为我爱慕神的殿，所以其实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啊，用爱心多走一里路啊，已经尽力了，但是呢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他多走一里路。所以有人这样说啊，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。就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上帝是这样啊，不过他说神啊，很多时候看呢、啊、不是看人奉献了多少啊，我就是抠他的话啊，他的感动，他说神不是看人奉献多少的，神还是看人留下多少啊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耶稣不是看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吗？
他就是不是看他奉献就要两个小钱，不是，耶稣是看他把他养生都投上了，是不是看剩下多少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哈，所以呢，爱慕神的殿，我愿意来奉献。今天我都有这个感受。我现在的还差我以为是差30几万啊，后来呢，原来是有清楚的，你建个房子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说他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，他做到哪里哦，这个柱子这个杠不够啊，他要粗一点啊，你就多一万了 啊然后这个不行啊，要怎么样，你要多两万了、我们现在开的支票都是十几万就开出去，所以呢，最好呢就把它能够建好了，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最好最重要把它建好，现在呢不是30几万了，是70几万，哎呀，还要求70几万啊，这个走了那么远的路了还要求70几万。不过呢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可能不是70几万，应该多求一点，让神的殿丰富一点，让它里面的设备好一点，这是上帝的事物啊。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啊，够，有些人觉得够就够了，不是，不但够，要上帝的，这是上帝的荣耀，这是代表弟兄姐妹的对上帝的殿的关系，这是个见证啊。所以教会的丰富不是单单教会丰富的，教会丰富是弟兄姐妹的荣誉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最重要就是弟兄姐妹摆上这个节目，我觉得这是好。这是第四，第五啊，由于这是欢喜的事，奉献是个欢喜快乐的事，这是怎么说呢？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啊，有一句不要写的。上帝也会好欢喜，因为看见哇，你这样贡献就好欢喜的。当弟兄姐妹大家都把礼物带来到教会这个空空的桌子，大家带一件礼物来就满了。假如这个空东西那个满满的桌子，大家拿些东西走了就空了，很简单嘛。今天教会是的光景是怎么样啊？是满满的啦。还是大家要来拿东西的，假如大家要来教会拿东西的，牧师就好可怜了、哎呀，每次讲到啊，绞尽啊脑啊脑，花了好多时间，好好读经，好好预备，那结果弟兄姐妹拿完就走了，第二个星期再来拿，第三个星期又来拿，哇，拿一年子还来拿，牧师会干的。应该给牧师休息啊，给他去有多点空间来学。假如牧师没有时间去看书，没有时间去学的话呢，将来不单牧师干了，大家都会干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不要单单来拿，要什么放摆上，教会丰富。假如有谁献上自己，我不是在这里单讲金钱啊。一个人不愿意奉献自己，他也不会奉献金钱。有人他愿意奉献自己，他一定会奉献金钱，很简单嘛、所以呢，试试看好不好？这是蒙福的事情，是叫教会大家都欢喜的事情。哇，看见这个就高兴了。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。六月到九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假设有一个最后冲刺的一个筹款的活动了。我们三个月了就加起来奉献、任献跟那个免试贷款加起来呢，就有110几万。三个月我做了一件事情，好多时候呢，我都会在早祷的时候，6点钟，我们一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
祷告会了，有渐渐有20几位啊参加了。很多时候我都会报告给他们知道啊，最近呢我们有多少没有奉献呢、啊？我们又走了一，我们把这个180万呢、啊，把它变成1里路、2里路啊，18里路，我们就现在走了2里路了，1里多路了啊。这个就告诉弟兄姐妹，我走了多远了、啊、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他听到的时候都会高兴，啊，又走了一段路，啊，又走了一段路。最近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有一位姐妹她奉献18万了，哇，好高兴啊！啊，前些时间，我说那个有一个银行的总裁啊，他奉献了35万了，哇，好高兴啊！不容易啊，这个你不是180万这样不容易、啊，但是呢，弟兄姐妹因为人的奉献，而且都无条件。弟兄姐妹的奉献、啊、有一部分呢是有些的免试贷款啊，那些可能给他点点的一种优惠啊，但是奉献的人呢，我们就完全奉献啊。我有时候这个奉献那个18万的姐妹，我在为她想，哎呀，你的才50岁嘛，应该我猜想而已啊，我只是大概的一个年轻嘛。你好多日子要过嘛，啊，这个 saving 嘛，你把它将来怎么样？他还没有结婚啊，这就留下给自己用嘛。但是他没有，都是好高兴啊，看见人的奉献，为大家都欢喜啊，奉献的人欢喜，百姓欢喜，大卫王也欢喜，乐意嘛，诚心乐意啊，侍奉啊，奉献给神。好，这是第五。啊，我希望呢，大家能够都尽力，大家摆上的欢喜快乐。好，最后了，最后说，由于我们所有的本属于神，大卫为什么会呼吁人奉献呢？因为人所得的本来就是属于神。人应该去用神所给的来有一点来表示他对神的一个奉献。12节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这是你今天所有的丰富能力才华，你住的房子，你不要以为是靠你的能力而得。一个人呢，好脆弱的，你病一下你就没有能力了啊！但是这是神给的啊。还有14节，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？哎，他不以乐意奉献为一个功劳啊！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啊，你这个人很好啊，这个人很属灵啊，这个人很爱神啊，这个人很涵盖啊，我们都把功劳归于那个奉献的人。但是大卫说，我能够如此的乐意奉献，这是恩典。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奉献的时候，都应该有一个观念，万物从你而来，我所得的，我自身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什么都没有带来这个世界，所以所有的都是从上帝来。现在我把我所得的献给。为什么大卫会呼吁呢？为什么大卫会呼吁人来奉献呢？因为他觉得应该这样做，应该有这个提醒啊，所以他就呼吁了。所以我劝勉我们牧师啊，讲奉献应该是理直气壮，常常提醒姐妹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应该的，应该这样，就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是拿一点点啊。其实呢，有时候我们不太喜欢有人这样祷告的啊，这不是不好，还是有点问题啊。神，
你所给我的，我把一点点给你，还在祷告里面，我把一点点给你，这个不是应该这样祷告吧？神啊，我把多多的给你才对吧？上帝，你的恩典好大，我把多多的给你啊，才对吧？这个是六个理由啊，我们来看最后结论啊，我把六个理由都写下来了啊。不过呢，在我最后，我们先读这个15节。大卫呼吁奉献的时候，最后15节呢，他提到一件事：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哎呀，大卫为什么呼吁人奉献，就特别提到这一点呢？这是事实啊，我们是客旅。什么叫客旅啊？你不能够永远留在一个地方的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会长期活着的，我们我们不能够带什么来啊，也不能够带什么去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够带什么去。记在什么地方？提摩太前书第6章啊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你手上的今天才属于你的，明天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明天还没有到。你知道明天不属于你吗？我真的最近有这个感受，礼拜三，我才跟那个陈永健牧师谈话。他说他的检查出来阳 ，positive。那我就去安慰他，好叫他好好休息。我是那天的早上10点多打给他，不够一天，在那个晚上2点多，凌晨2点多。明天了，我以为他有明天，因为所以要好好休息啦，好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啦。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告诉我，没有什么，都是检查出来阳性而已，有几星咳嗽而已，很快就过去。所以今天才是我，明天不是。然后有时候我还笑我自己，我还以为是很好啊。以前我做10年计划，后来我做5年计划，现在我对自己说不能够，我做2年计划好了，因为我不想我活到多久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情况了，原来明天不属于我的，我还是要做2年计划。不过我心里面要有一个了解，明天不一定属于，所以呢，在你手上你能够用的钱才是属于。你在银行的不一定属于你，是不是？你能够用的那个才是真的属于你。很多人他以为他好多钱，结果不属于他的，是属于他的儿子，是属于他太太和他的丈夫。但是你有能够用的时候，就好好来用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讲完了啊，6点，我们来问题一下好不好？大卫能够奉献，富裕人奉献，不是啊，富裕人奉献，因为他有反省啊，反省啊，我怎么能够，神那么荣誉，怎么能够住在幔子里面呢？所以我应该为他建造一个的圣殿啊。第二是乐于成全别人啊，虽然神没有拣选所罗门，但他成全所罗门，其实他为所罗门来做出奉献。为帮助所罗门做出奉献，当然他奉献给上帝，但是也是支持所罗门啊，这是成全。第三，尽全力摆上啊，在困难之中摆上啊。第四，因爱再尽力啊，这差了一个尽啊，因为爱我再尽力啊。第五，相信奉献是一个喜乐之源，你信不信？奉献是喜乐之源啊，教会喜乐之源啊，
个人喜乐之言。还有第六，明白我能够奉献，我今天，我还有今天，我能够用我手上的来奉献，这是恩典啊。有些人有钱不懂得奉献，有些人很想奉献没有钱，有些人愿意有钱有能力没有时间啊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大卫的见证，你把条蒙福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。神啊，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叫我们因为顺服你的缘故，叫我们积极丰富，我们的教会丰富，上帝的工作丰富，这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能够不单听到，而且真的渴慕爱慕神的殿，以及到我们愿意有所摆上。愿你随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老牧师为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信息，真的万事万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今天的丰富也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所有每天的供应，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神赐给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些献给神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知道真的是不容易做到，那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聚财宝在天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感谢神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，借着我赐恩福，请起立。Yeah.
次是介绍新朋友的时间，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？现在我们来奉献哈，请四线的弟兄邀请。
Gracias.